开，哎，陈冲林，外轮转身进来，32分，嗯。这是一个认定他们是什么样球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。嗯，压力很大，嗯，大前锋贴到这个几乎中线的位置，底角外线，高诗岩好球，辽宁队第一次运动战得分。哎，现在跑八字之后给到可兰，这一点啊，突破被哈德森切掉了，外轮一条龙，好球，外轮的特点发挥出来，辽宁队退得比较快，外轮再突，嗯，漂亮，嗯，你看郭艾伦今天这几个突破啊，攻击力很强。对，那本身阿布杜沙拉木呢，这个在原来国家队红队，阿布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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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拉木是打四号位。嗯，那你看啊，就接下来这段时间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？对，辽宁队得的分，嗯，挡他，体能的下降，嗯，也很。看一下郭艾伦，关键。哎，郭艾伦啊是相对来说体能状况比较好的，嗯，巴斯给出来，看一下郭艾伦外线的出手，好球，嗯，郭艾伦跟哈德森，哎，这一节各进三分球机会，嗯，但是前场其实也不是多打少，嗯，但是空间很好啊，好球，就是虽然不是多打少，但是他的空间排布的很好，嗯，出来延误，余尚东和可兰登场，嗯，郭艾伦好球，郭艾伦抛投好球，郭艾伦这段时间是连得7分啊，没错，最稳定的一个得分点现在是啊，这节9分了，接下来转换，嗯，提速，赵继伟好球，先干扰球，干扰球，嗯，我们还是要形成挡拆，郭艾伦突进来，好球！就是郭艾伦在面对国内后卫防守的时候啊，他的突破是辽宁队现在进攻的一个优势点。郭艾伦的突破就来了，好球！这是郭艾伦的突破能力，嗯，确实国内的4分的分差。郭艾伦撤步中距离，好球，准啊！今天啊。今天是2分、3分、2分、长2分、3分都准，想打没有？还是受到了刚郭艾伦可以继续加速，顶开阿布杜沙拉木，没错，哇，这一下冲击力强，最擅长的得分方式，领先到8分了，8分了，还有很大的悬念，嗯，挡拆，哎，陈冲林，郭艾伦转身进来，32分，嗯。高位双掩护篮下中程打进，这助攻是来自于郭艾伦，现在新疆队需要一些外线投篮了啊，嗯，他们第四节投的少进的少，第四节失误很多，整个进攻上呢杀伤，新疆队也要在下一场比赛里做出回应，对，也要做出调整，咱们这字幕也打出来了，取得本场比赛胜利之后呢，辽宁队首次在季后赛中攻克新疆队的主场，嗯。